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，今天来开箱的是这个 Pepsi 可乐，很像 Pepsi 的汽水还是可乐？汽水的这个迷你街景，这个是横山河的迷你街景，这一把118片，然后我们看一下118片。大家好，然后这个是这个系列里面的6种。把它打开一下，超好玩的迷你街机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一个地板，然后说明书，这个贴纸有点粘住了。好，是可乐的贴纸。要来组装。它是 Pepsi， 是 PS Pay。PS Pay。它的零件包。零件包。它是零件包，总共2包。零件包是总共2包。来看一下这边。说明书。有。第18条到9个。第一边是19个。9个步骤，这个是62八片到。第二面是到16个，这边是完成的地方。好，那完成之后来看一下完成品哦。好，这个 PS Pay 汽水已经完成了，来看一下它的侧面长这样子，后面大的汽水罐，上面还有一罐小的汽水罐，它摆斜的。看一下里面是双层的，双层的。好，大门的门，它的门是透明的，可以开的。百事可乐的，但却不是百事可乐的汽水迷你街景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